4年前吃过的炸酱面店。谢谢。哇塞，是新春时候会发这个吗？对，过年的时候。妈呀！活动哎，出门见喜。我们第一次遇到拍立得手剪，因为相纸已经装到相机里了，然后手剪的方式是当场给我照一张照片。瞎了剪，安检税15元。拍下了很神奇的东西。现在已经到机场，然后现在在这边等行李。但我的箱子是第一次使用，我都记不清它长什么样子，所以要靠图片搜索认领自己的箱子。不然的话就是坐巴士。请选择出发列车。6:51。欢迎来到贵阳。第一站来吃了4年前吃过的炸酱面店，一模一样的位置，炸酱面店和糖酥肉。我上次吃的好像是你这个，人类对碳水的原始渴望。建议非四川人尝海鲜面盛典，非常浓厚的工业辣。更可怕的是什么？刚来了，发现换成我的家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带上这个人和这两个箱子，重走这一段路。今天新学了一个词，以后不叫 room tour 了，就是 room circle， like this room。国宾馆的素质，看一下厕所吧，让我们，还可以，正常的厕所，还不错，干净整洁吧，只是看上去，这个玻璃杯封好了，让人感觉一下子不错。啤酒，还有刚刚打包的炸鸡，刚炸鸡实在是太撑了，一人吃了一块半已经就不行了，但是经历了一场有氧运动之后又可以了。看是迷你包，咬肌警告，小饼干儿。是有点贫瘠的。青岛啤酒都要钱吗？巴黎水，这两个应该是免费的，应该是要钱。这俩除了这俩，两个裸体是免费的，其他有门面的都是要钱的。哦，他都标了那个数字，1云9000块，自助算，我没算错吧？轩尼诗35000，50毫升，那个小饼干5000块，可乐在哪里？5000块。OK， 那么今天特种兵就是这样，明天一早正式开启希望 fancy 的行程吧。明早我们去看一下早餐怎么样。来之前搜攻略说早餐一个人最夸张的要700，基本上刷到的都说要450块，我就很震撼，450块的酒店自助餐给我吃什么样子。然后刚刚在前台结账的时候问说是300块钱一个人，明早我们就去看一下吧。一则清晨快讯，关于昨天的7点钟出现在健身房椭圆机上，无一人达成。关于8点钟出现的早餐厅，无一人达成。哇，好漂亮啊，姐！
哦，蛮好看的。我本来应该出现在那个位置，现在跑步机上有三名选手进行一个有氧运动。你看一下早上的酒店，那外面还是挺美的，这个红砖墙就有点像景德镇的那个桃溪川那块的凯悦和松树，很美。我们终于在12点之前走出了酒店的大门，出发前往三星美术馆。三星美术馆，哦，不会老，对啊。背后又是大坡，就是一个爬坡，这坡更厉害。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美术馆的票竟然是免费的，一分钱都不要，租的导览也是免费的，这导览有中文、英文、韩文和日文四种语言，只要押一个证件，导览全部是免费的。从那个美术馆出来了，非常的厉害，就不说他那些展品评价不了人家的展品，但是整个美术馆的质感真的就是真的好精致，它布展的位置还有那些灯光的设计打造出来的整个氛围真的很不错。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美术馆加两个洞，然后这个美术馆就在汉南洞这边，所以看完美术馆把汉南洞这一圈给逛，接下来就去圣水洞那边。现在这会儿先去找一个咖啡厅，然后吃点东西歇一脚。汉南洞这个坡真的合理吗？这坡至少75度，肯定是错了，越走越不对劲。态度奇差，就是属于会翻白眼的那种类型。我们拿了两个贝果，一个咸的和一个甜的，杯咖啡，一个拿铁，一个美式，反正就是快170块。是避雷啦，氛围是有了，这钱应该是花在给他们装修上面了。一些个追星行为，这么震撼吗？韩国人太会了，就让你等待的时候还有的看。绝了，给两版。对啊，给两张呢。谢谢韩元。那遗照版，彩色版，来吧。怎么了？这儿谁给我跳舞？我看一下，5000块的没有舞，真的。哦，这是我的。不晓得啦，还有赖粉。什么意思啊？啊哈！好你呀！冬天真的不太适合在各种洞内穿梭，穿不下去了。今天的计划从
汉南洞到圣水洞，第二个洞已经去不了了。我们现在改变计划，打车去现代百货。穿梭的商务车接送，很不错。尊贵的客人，欢迎你。现在是早上7:50，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起来健身，只很想去他们健身房看一下，这个酒店的健身房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我刚从窗户看出去，整个靠窗的所有跑步机站满了人，7:30的时候站满了人。早上吃的非常简单，昨天在便利店买的三明治和饭团，还有两颗溏心蛋。是不是应该打开尝一下？刚出炉的，哦，热乎乎，很油啊。嗯，这是油炸面包吧？路边那种油炸面包，每片面包皮里面都浸满了油，黄油。这个鸡胸脯非常的炸开，一块鸡，哦，这全是米，嗯。粽子，鸡粽，鲍鱼粥，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整颗的鲍鱼，馍，可能就是鲍鱼，鲍鱼味的粥，没吃到鱼粥不好一点，香油味。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Singing on the beach, la la la. 'Cause any food got that la la la. 今晚我死了的。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Singing on the beach, la la la.Staring at my phone in the bus, thinking about us, a little bit loneliness. Don't give a shit, trying to give it my best. It's a challenge, this damn cool, got scared, I'm in a mess. 気持ちが blue, just not like you. 始めようか something new. Jump into the blue, it'll feel so good. ここから先は it's up to you.